見到後面嘅牌就以為我同你講日本嘅啡粉有啲咩係必買，梗係唔係啦，全部都係廢話。嗱，今次我就要話俾大家聽，點樣可以喺日本嘅啡粉或者其他便利店成為億萬富翁。跟住嗱，去到日本嘅便利店咧，大家應該咧就會見得到呢一部機。咁呢一部機有咩特別咧？其實喺台灣都有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呢一部機咧，其實係可以買 big 嘅。big 即係咩咧？其實即係日本嘅足球，即係等於喺香港買波咁上下啦。咁究竟點買咧？大家見到呢一部機咧，其實間間便利店嘅咧都大同小異㗎啦。你要揾嗰樣嘢咧係呢一個 big。咁啊 seven 係點樣撳嘅咧？嗱，咁啊撳呢個點樣買咧？而家即刻話俾大家聽。咁佢就會連去隔離嗰部 printer， 要做嘅咧就係佢就同你講，而家咧最高12億啊，係12億 yen。咁咧計一步，係啦，咁佢就話啦，你買 big 或者買其他，咁我個人咁貪心，我梗係買最貴嗰樣啦，係咪？最高6億 yen 嘅 big 就一注咧就300 yen 嘅，我撳呢個啦。咁我就同你講一啲要注意嘅事項啦，你要19歲以上先可以買啦，同意係啦。佢就問你係唔係會員，咁我梗係唔係啦，唔係。咁然之後佢就同你講啦，你300 yen 一注，你買幾多注？我個人嘅習慣咧，通常都係買4注。點解？唔好問點解，我自己都唔知點解。好啦，4注 ，OK。然之後咧，佢就有一個確認嘅版面嘅。咁你係買4注最貴嘅，咁當然你可以揀其他啦。不過其他冇賠得咁多咁解啫嘛。咁啊，4注啱唔啱咧？啱啦，合計1200 yen， 係啦，合計1200 yen， 繼續。咁佢咧就會將一張紙喺隔離嗰部 printer 嗰度 print 出嚟。哇，咁快咧！隔篱咧就已经编咗一张纸出嚟啦。咁呢张纸咧就系、是、你买嗰个 big 嘅号码。咁然之后咧，佢中间有条挂曲嘅，你就拎住呢张纸去收银度俾钱。ご注文内容の確認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好啦，買完之後咧，其實你會有咁多樣嘢。嗱，其實咁多樣嘢裏邊咧，呢樣同呢樣都唔重要嘅，最重要係呢一張，因為呢一張咧就係你買咗嘅波飛。嗱，好似以我呢一張為例咧，我係買咗第1101期，開獎時間咧係6月23日，其實係仲未到噶。其實咧，我通常咧就會中意去 seven 買，點解咧？因為 seven 買咧會有呢一個巴谷。这个barcode咧系可以帮你自动兑奖噶，而家我即刻做一次俾你睇。好啦，又翻翻去啱啱嗰部机，咁今次咧我哋就玩兑奖一样，揿翻 big， 揿继续。今次咧我哋就揿最右上角兑奖，佢就同你讲哦，喺店铺里边咧最多可以兑到10000 yen， 咁我哋就继续啦。跟住咧，佢就會圖文並茂話你聽點樣樣擺張飛落去 scan 嘅，咁我哋照做啦。scan 完之後咧，今次佢同你講咧個結果就係仲未開獎啊，開完獎之後先再嚟。咁所以兑獎就係咁簡單啦。